艾泽拉斯。黄金，那盒该打暂停。你说13点伤害那盒、嗯，其实没差哎、欸，理论上应该要够啊。理论上 ，OK， 所以这是一个速度对局喽。不过事实也证明，高阶祭司赛卡还什么屁都没有做，所以大概那也不是一张好牌啊。可能准备飞舞刀刃。不死无对战。前来报道。我等一下一定要下剑龙，所以我选择这样打。这有可能会被闷棍掉，所以我想说先撞啊！我要直接作战啊，大大、啊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前来报道。胆小。我以为他要那个消失了。哦，闪战！前来报道。这可能会弹有点多。不死。哦，暗杀花，闷棍。啊！我忘了，完工了。这个上面的圣盾比较重要。这座地城有满满的魔法，太好了！无色，无色，你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他竟然都没有抽到回力镖，算我运气好。Oh shit！无色，你在哪？报道。
他没有记得他剩什么东西。敢这样完全没小用，完全没小用。进攻！前来报道。猛虎拳！进攻！进攻！前来报道。猛虎拳！进攻！进攻！进攻！这杯火力枪。前来报道。逃出死亡阴影的笼罩。那贪食丸你也交了，我应该要直接变了。圣光的正义失败。哇、wow.哎、死亡不过是一切单火力枪。猛虎拳进攻，受死吧。让我见识你的本领。他的消失了，现在不带消失了吗？怎么不打奉献？哦，也是可以打奉献的。可他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拿回这个场面。他应该要硬解这张才对啊。好犀利的配方，好犀利的配方。他没有带暗杀花吗？焦尸 ，OK， 他想打最大的价值之类的。然后他要让他不要让那个大熊猫回来。九。什么？你以为你可以打败我？受死吧！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打暂停了。好犀利的配方，我们
要进化艾泽拉斯。胖去！跟我喝酒吧，朋友。胖去！终于赢了。潮退散 ！shit， 太顽强什么牌？各位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会爆牌吗？不会。还有妖术。我们需要抽更多牌啊！让痛苦跟我对话。紧张啊！使用 TC130心灵破位器。让我见识你的本领，太慢了。只能让他抽一张。这样等一下，优日会抽两张。我尝试过了，他还没有出那个萨冈啦。他没有妖术了吗？这座地城有满满的魔法，太好了！前来报道。他还没抽到沙冈呢，
前来报道。OK. 圣光的正义失败。冲过去，进攻！哇，其实他快死了，不知道搞不好有解武器或什么之类的，就是我只很讶异他还没有打过死。哦，还有闪电风暴，哦，直接回满。一张萨缸了，闪电风暴啊！他如果有带极系的话，那我其实也蛮开心的，就是怀恩、达瑞安、怀恩，受死吧！其实武器搞不好应该下轮再挂。怀恩其实会增，如果他活着的话，会增加我们拿到正确四骑士的几率。三分之二，哦，他死了。二分之一。我们要进化艾泽拉斯。OK。小头要来了吧？还没。Come on, bro. You can do it. You can do it. I believe in you. Fuck you. Come on, bro. You can do it. 我快要没有牌了。他在最后一张哦。OK。哦，没有，哎 ，OK， 没关系，这还可以。所以其实还蛮惊险的，我们要进化艾泽拉斯。好，我们还有一次，我们应该还有一次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，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还要持续多久？使用 GZ-130 心灵破位器。我还亲手牌吗 ？Come on, bro, you can do it. 我们还是会吃五点皮的哦，可是会刚刚好。我们要进化艾泽拉斯。
终于赢了，所以我们翻了三个重复的。